据绵阳交警一大队9月20日发布视频，监控显示，近日一位大妈为推单车过马路，竟然强行推倒道路中间的市政护栏。根据道安法相关规定，故意损毁、移动、涂改交通设施造成危害后果，尚不构成犯罪，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，罚款1000元。